呢個世界好公平嘅，我哋投票，邊個玩嘅舉手。玩咩？我就冇輸嘅，好似我唔玩。好啊，好玩啊！一齊玩啦，如果唔係冇機會翻身㗎啦。又玩啊嘛！我自己玩，我自己玩。你自己玩啦，咁你自己玩。一二四五八十十一。會有一至十四個玩喺呢度，但你只要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四、十四。我哋有個策略嘅，我哋有策略嘅。係，我哋咧首先咧要咁樣揈揈揈，將咧啲茄汁咧擺曬喺後面先。係，知道。我唔走都得喎。係，得啦，得啦，得。快啲，快啲啊！喂。OK。等我 Jeffrey。Jeffrey！ 哇！踩咗啊！踩咗界，但 OK， 有機會，有機會。踩咗嗎？踩咗界，但有機會。哇！好勁喎！另眼相開喎，我嘅力量。OK， 我嘅力量。有機會喎。I'm coming for you, Jeffrey。Jeffrey， 幫我嚟，唔好幫佢。哇！好勁喎！好啊，好啊。Ethan 真就住先 ，Ethan 真就住先，好冇？冇冇冇，我叫我剎車。我真系靠刹车，唔好乱嚟，唔好乱嚟，大家队友。阿正第二次试跳 ，Jeffrey， 预备，三，我几想又想，我几想又想，一 ，Go， Jeffrey， 上。決定咗用左腳，因為佢話佢右腳傷啦，傷咗，錯啦，佢左腰噶，你唔係真係傷先有噶，佢唔理啦，佢贏啊，佢喂贏啊，點解右腳？知你右腳唔真係傷先，真係傷咗，哦，我就係個字，真係我就係個字，我依輪我唔想頂傷你，三，好嘢，好嘢，我射三二一。哇！加油，依人有機會贏啦！斷啦斷啦 ！Jeffrey 原來 hold 緊啫 ，Jeffrey 佢 hold 緊啫，你有機會贏啊！你點玩啫？哇！勁啊！好勁啊！加油啊！佢甩咗，哦，甩咗甩咗甩咗！哇！我以為這是自己斷咗。算啦算啦，我趴咗車啊！你聽到啊？嚟啦嚟啦！但依輪快唔曬，依輪加油！我哋心目中全部人都係尊重你、支持你啊！唔係膝頭哥嘅力，哇哇哇！依輪發力啦，個膝挨埋過去，但係冇啊 ，Jeffrey 已經過咗去啦，掂到啦係咪啊？啊，瞓佢個，掂到啦，掂到啦，掂到啦，贏啦！我哋左腳冇咗，哇！我唔記得咗唔得㗎。我老實贏緊，有機會。老實贏緊啊！我都話咗唔好意思坐第一個啊！喂，我哋可能有啲嘢。小倉鼠、喂番薯、燒賣多春魚。小倉鼠、喂番薯、燒賣多春魚。小倉鼠、喂番薯、燒賣多春魚。小倉鼠、喂倉魚。喂番薯。小倉鼠、喂倉魚。喂番薯。喂番薯。燒賣多春魚係啦。燒賣多春魚。佢完全聽唔到啊！佢完全聽唔到。得啦，都係兩題。唔係啊，佢第一題錯啊，第一題錯㗎。錯。
小倉鼠、喂番薯、喂番薯、喂番薯、燒賣。我想講，因為佢本身真係讀書唔叻，係有少少錯。冇啦，係咁嘅佢。佢喐嚟嗰度喐。係啦，因為嗰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嗱，佢講小倉鼠、喂番薯，我哋傳落去都傳得啱，其實就冇問題嘅。呢個就係策略問題，佢將佢擺咗喺度。就冇俾佢擺頭噶啦，我叫做冇俾佢擺頭噶。其實呢個玩啊，大佬。其實係咯，講真喎。所以咧，你哋咧就係啱一。